一心一意一件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新成，我也是意见式推荐官。Hello，东创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新成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小聊一下音乐剧。对于没有看过音乐剧的人，或者想看音乐剧的人，其实第一感觉可能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呢？特热闹啊，又唱又跳又演。它最重要的点在于动机，或者说某种想要去传递的信息啊，就像它的唱和它的跳，就像是我们在表演中会用到的台词和动作一样。你买一张音乐剧票，等于你同时买了一张话剧票。买一张舞剧票，哎，还买了一张演唱会的票，为什么不去看？多值！其实大家比较知道音乐剧的几个，可能就是靠中国比较近的韩国日韩吧，然后还有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，百老汇音乐剧可能世界上最出名，还有一些比如说德法音乐剧，德法音乐剧呢，其实包括英国。就欧洲那边的音乐剧普遍于比较偏歌唱性比较强一点的，这跟欧洲的古典音乐史有很大的关系啊。他们比较注重人的唱和艺术表现形式，韩国的唱法可能跟欧洲的不太一样，韩国的唱法比较比如说比较重啊，就跟我们听韩国人唱流行歌一样，他们有一种独特的唱法，胸腔比较重。美国很简单，美国就是最像流行歌啊，你就听着就跟现在唱流行歌没有什么区别。然后中国的音乐剧呢，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哈。中国很多引进的音乐剧，那就不用说了。像中国自己的原创的音乐剧，肯定跟中国的特色有关系嘛。比如说像做的比较好的，都带有中国元素，就讲的是中国我们周边发生的事情。然后音乐也比较偏中国的，带有民族调式。其实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接触过音乐剧吧，比如说迪士尼演的什么《狮子王》啊。阿拉丁啊，这些动画片其实它都是音乐剧，都改成舞台版的。还有比如说百老汇比较经典的，比如说 Wicked， 然后还有去年比较火，之前比较火的《汉密尔顿》，还有《Dear Evan Hansen》。我觉得没必要，除非是比如说你看，就比如说像《汉密尔顿》吧这种类型，它讲美国历史的，那我需要了解一下美国历史。比如说《悲惨世界》，它跟法国大革命有关系，对吧？你可能要去了解一下。选座。可能跟演唱会不一样，演唱会比如说凑热闹嘛，就特闲，看看自己喜欢的 idol。 音乐剧最佳观赏位置是在如果这是舞台，这是舞池，中间隔一舞池，最佳观赏位置大概是在五六七八排左右，中间的位置是最好的。那想当然想，对，因为音乐剧很有意思，就不光底下人看得嗨，你演的时候更嗨。我从来不被迫演，我从来都是主动唱，唱的别人受不了，能不能停一停，赶紧切个，来吧，从那唱吧。我最爱唱的歌，我一般不知道唱什么歌的时候，我就先把周杰伦歌先打开，我看，哎，今天想唱什么，或者今天嗓子状态怎么样，看唱一首哪首歌能唱。现在啊，我试试啊。久未放晴的天空，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，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救援，我拉着线呼吸你给的温柔。最难忘的就特开心啊，觉得哎呀，我爸妈终于不管我了，真好。对，然后来北舞，就是跟同学最开始处特好，大家一块天天上课，就是天天傻乐傻乐。行李箱必备一些东西啊，行李箱必备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我会带很多东西，我带东西太多了，就是我，比如说笔记本电脑肯定得带吧，按摩器肯定得带吧。有时候比如说头疼啊，什么就按摩，
然后加湿器是我必备的，啊，还有，因为我平时喜欢，比如说做一些果汁啊，什么搅拌机啊，还是茶叶啊什么的，啊，因为我平时特别喜欢喝茶嘛，哦，比如说茶叶和各方面果汁，我拿，但是有遇到之前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比如说放在一个杯子里，特别容易把这个金属给腐蚀了，后来我就是，哎，对，就刚带，我就是后来用了一个钛杯。就太杯就特别好，因为它这个金属材质特别不容易腐蚀，而且喝起来都特别健康。我印象特深刻就是保温功能特别好，这是一款有态度的太杯，就叫太度太杯。我用的，不，它就是一种稀有金属，所以说对于保温来说，保鲜还抗腐蚀来说都特别好，嗯，所以其实蛮健康的，符合我一个养生的一个标准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。就是，经常会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吧，啊，我觉得就是我可能最大的好处就是，哎，老能发现自己的不足，过段时间就特别嫌弃自己，对，不断去嫌弃。有没有这么多角色？选一个当好朋友，啊，我选袁仲鑫，因为如果一旦他真的把你当朋友，就肝胆相照。女生的话。女生的话，我应该会选音乐家，帅气又多金，然后呢，又有艺术追求，品味好。好了，听完我讲了这么多，有没有对音乐剧稍微感点兴趣呢？如果有的话，请多多去了解吧。微博关注东创社，带你发现全新的东方创造。